瞧你，越来越像个船员了。看看这是什么？锤子！我又找到了个锤子！你从我腰包里拿的，也叫发现？朋友们，有谁能给我搭把手吗？我来，我们也来。这些是一些火炮啊，补网什么的。本来有很多的，但是苏柔美梦沉船前用的只剩这些了。我知道，我们几个的力量根本无法和你和海妖相提并论。被袭击的时候，能够躲得远远的，不给你添乱就算不错了。但是。 但是，我真的受够了在你为了我们战斗，为了我们受伤的时候，自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。哪怕用处不大，这一次，我们也想要和你一同战斗。不，别急着拒绝，最后一次，让大家有点参与感。你可是我们速溶美梦号上独一无二的尤尼船员啊！ 我记得这船还有我们，都是通过你的力量才能起死回生的，对吧？我不是真的能。不用解释那么多，我知道。别的人怎么想我知道，但是必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我牺牲掉。啊！李队友，都看着老子做什么？你不是很讨厌尤尼吗？啊！不要直接说出来吧。 是啊，我是讨厌他，但老子不是不识好歹。Tivio， 你们少给我在那里露出恶心兮兮的表情！老子只是想早点结束这个破轮回而已。可你们几个待够了。如如果有需要，也可以把我吸收掉。还有我也。喂，你们这么争先恐后的现身，还有没有把我这个船长放在眼里啊？ 不管怎么说，也得从我开始吧。不可以，船的使命是带着船员去向目的地，没有船员的航行，没有意义。速溶美梦号的航路需要各位。嗨，别把我们想象的太伟大，看我们的样子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们对航海一点都不专业。 当初可是想着能把船开出港口就算成功了。<笑>对，能出发就算成功，多走一天就算赚到。能出发就是成功。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句话有点耳熟，但是不记得在哪听过。德尔伯特那个大忽悠吧。 已经不是一两个受害者了，尤尼，你要小心啊！伙计们，活了！哈哈，这次让他好好看看尤尼，还有速溶美梦的厉害。